繼續俾我 beat 伸兩下入呢個禮堂。交接儀式，交接儀式搞定，最大掌聲啊，做新人。好，現在是我們的敬拜時間，有請鄭志德弟兄和他的團隊一起帶領我們敬拜，有請。各位尊貴來賓，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Amen。 邀請弟兄姊妹們，各位來賓，同我們一起以極大喜樂的心同我們一對新人慶祝歡呼讚美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Hallelujah。
唱哈利路亚，我心归于我神，颂唱哈利路亚，赞美从心流。
中山归归我主，中山归归。
甘心乐意传颂基督的救恩，让这家奉献荣耀都归于你家，因你是爱。神是我一家中最深刻最重要。好，好大掌声俾我哋主嘅神，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唔该晒敬拜队，唔该晒。跟住咧就是祈祷的时间，我哋又请黄修贤姊妹为我哋祈祷。我哋一同安静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你是那位奇妙的主，你赐下生命和爱，今天我们一同的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一同见证一对新人 Ryan 和 Peggy 的婚礼。当一对新人今天进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里面，求你甘心的爱临到他们当中，又求你与他们同行，求你将多而又多的恩惠环绕他们。当他们进入一个新的旅程里面，求你成为他们的中心，婚姻建基在你的爱当中，二人彼此相爱，互相的委身，并施恩让他们建立家庭、信心和果子的产业。全能的上帝，求你保护他们，与他们同行，大大的祝福一对的新人。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Amen。好，唔該曬，黃修賢姊妹。現在是讀經的時間，有請葉玉紅弟兄和黃慧賢姊妹抗禮為我們讀經。今日一對新人所揀咗三段經文，第一段經文是箴言三章五至六節。你們要一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認他，他必使你的路徑平坦正直。第二節經文是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五節和二十八至到三十一節。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一樣，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好像基督是教會的頭，基督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樣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的都要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丈夫也應當這樣愛妻子，好像愛自己的身體一樣，愛妻子的就是愛自己了。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保養顧惜，好像基督對教會一樣，因為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為了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最後一段經文是約書亞記廿四章十五節下。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唔該曬。現在是訓勉的時間，有請余淑賢傳道為我們進行訓勉。Hello，Peggy Ryan， 你哋好，緊唔緊張啊？我都好緊張啊！唉，先恭喜兩位嚇，今日好靚啊！先恭喜兩位新人啦、真係好靚。恭喜你哋白頭到老，永結同心。我識咗我跟兒童部嘅導師。咁樣叫你啦，今日好唔好啊？我認識咗 Peggy 姐姐咧，都好耐啦，嗬，
啊、由直堂開始啦，咁跟住咧已經知道，咦，原來我哋兒童導師裏邊咧有個好靚女啦，好可愛啦，好活潑啦，好中意笑嘅導師喺度喎，一路你好忠心，到而家真係都仲喺兒童部度服侍。啊，之後我哋一齊咧去旅行喎，記唔記得我哋一齊去以色列啊？係，我哋玩得好開心嗰次。認識了多好多啊！你真係一個好純真的心啊！後來知道你哋拍拖喎，哇！我覺得好勁啊，俊男美女啊，簡直係不得了，實在太好啦！咁啊，喺舊年嘅婚前輔導啦，咁我開始認識到即係今日嘅新郎哥 Ryan 咯喎，咁啊，哇！一個好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嘅弟兄。啊，咁啊，哇 ，Ryan 哥哥配 Peggy 姐姐實在太好啦！到今日可以出席你哋嘅婚禮，啊，見證你哋喺上帝面前立下終身嘅盟約，真係好開心，好為你哋感恩。我估籌辦呢個婚禮嘅過程真係唔容易嗬，相信你哋嘅心情咧，每一日都好似坐過山車咁。不過咧，神始終都喺你哋中間，我相信今日呢個婚禮就見證。他的恩典總是夠用，是不是、不過因為可以來為你們的婚禮做訓練，我就有機會，我有幸先看過你們雙方寫給對方的十大愛慮對方的理由、咦，不知道在座其他的人有沒有興趣知道一下的呢？得到兩位新人的同意啦，是不是？咁咧爆少少俾你哋知啦。啊，你估 Peggy 姐姐中意 Ryan 哥哥乜嘢咧？嗬，啊，原來咧佢中意佢超級正直啦，愛我啦，俾又愛兩方面嘅家人喎、簡單、單純、温柔、好脾氣，係咪啊？有耐性，啊，仲有靚仔啊！哇，高度啱啱好啊！佢話好有安全感喎、有個幾特別，佢話佢中意你係大力士啊 ，Ryan。係啊，因為咧佢覺得你好幫到佢啊。咁咧又睇下 Ryan， 阿 Peggy 話你有咩，佢中意你啲乜嘢，好唔好啊？啊，佢話咧 Ryan， 啊 Ryan 覺得 Peggy 咧好可愛啊，啊性格同埋外表一樣咁可愛。啊，大家都有特點，愛家人。啊！依、這個好重要喎、啊！啊，你好細心啦，好體貼啦，好聰明啦，處事好成熟。佢話同佢一樣咁中意狗喎、啊。啊，有一樣都幾特別嘅，佢話佢中意你識游水啊，因為佢唔識啊。啊，依、這個真係我又覺得幾特別嘅。啊，咁跟住咧，我睇咗你哋揀嘅三段經文啦。啊，跟住又睇埋你哋十個愛對方嘅理由咧。咁我係陳牧師嘅徒弟嚟啊嘛，係咪？咁你估我想送幾多個字俾你哋咧？嗬，哎啦 ，Peggy 姐姐真係醒目，我梗係想送三個字俾你哋啦。第一個字，你估係咩字咧 ？P 字係咪啊？啊，第一個 P 字，睇你估唔估到 ？Perseverance， 堅持 ，persevere。你哋彼此愛對方嘅十大理由，你估頭第一、第二位係咩啊？係因為對方愛主啊。而你哋揀嘅第一段經文，你哋話你哋要一心仰賴耶和華，專心倚靠佢，喺佢所行嘅路上邊都要認定佢。係啊，行主嘅路係要一生堅持去行。婚姻的路亦都是要一生堅持地走下去，用心去經營，不可以輕視，拖是一路要拍下去的，知不知道？ Peggy， 你知不知道 Ryan 喜歡你的其中一個理由，說你是一個無論遇上什麼困難都會堅持下去的人。哇，真是厲害啊！Ryan， 你知唔知 Peggy 講其中一個佢中意你嘅理由係你永遠都支持佢。
哇！所以你哋要堅持相愛，堅持相信，堅持到老。Amen。第二個字係獅字 ，commitment，commit 委身。你哋既要委身基督，更加要彼此委身。你哋揀嘅第二段經文，其中一啲話教會要點樣順服基督，妻子就要點樣順服丈夫啊！嗬，作丈夫嘅你要愛你嘅妻子，就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裏面又提到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進入另一個階段，剛才我們祈禱的時候都提到，這個是一生的認定和委身。離開父母的原生家庭，一起去建立一個新的家庭，這個是一生的決定，沒得走回頭路的了，只是向前行，是一生愛的旅程。既然是一體，沒有人想會令自己身體另一部分痛的，所以丈夫與妻子聯合，兩個人一起生活，就是要有犧牲，必須放低自我中心，以對方為中心，為對方付出。當雙方面都願意為對方付出的時候，大家就能夠更加親近。但如果當雙方都只是求自己的益處，想對方付出，大家就會有很大的張力的了，可能關係就會變得疏離。所以愛是要自願為對方付出，二人成為一體是身心靈人生目標、價值觀、信念等等的結合。 Amen。 第三個字母你都應該估到了，是吧？ R 是 respect， 尊重。你們選的第三段經文是，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我覺得是一個尊主為大的宣告，是不是？你一家都尊主為大，不過在婚姻當中，你們更加要彼此尊重，這樣才可以一直相愛下去。是嗎？講到這裡，大家都知道是 PCR， 大家都不會陌生，不會覺得 PCR 你未聽過，是吧？啊，但是就這樣， P 就當然代表 Peggy 啦，是不是？ R 就當然代表 Ryan 啦，但是 C 難道是 Coffee？ 因為呢，他們十大愛對方的理由有一個共同寫了，都說大家有共同的興趣，就是喝咖啡。那我就覺得，這個真是咖啡姻緣就一線牽了。真是很好啊，我都很喜歡喝咖啡啊。不過呢，我就更加喜歡見到一批這麼漂亮的新人在我面前。不過這個C字當然不止咖啡那麼簡單。P 既然是 Peggy，R 既然是 Ryan， 這個C 你猜是什麼？Christ， 基督。咁啊，真係唯有基督喺你哋中間，你哋嘅婚姻、你哋新嘅家庭先會變得更加圓滿。PCR 核酸檢測，到到呢個 PCR 基督檢測啊，知唔知啊？你哋嘅家庭永遠都要喺基督嘅檢測下邊。你們要建立一個以基督為中心，所以個C在你中間，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願主祝福你們的婚姻百毒不侵。 Amen。 多謝余傳道，剛才講到是很精彩，如果你們有時間可以回來雅根堂的聽一下。好了，現在是證婚的時間，有請我們的主任牧師陳全華牧師為我們進行證婚。謝謝。OK， 謝謝。哇，好緊張啊。準備好沒有？大家準備好沒有？
我哋不如俾掌聲一對新人先啦，俾掌聲雙方嘅家人先啦，哇，真係好興奮啊！好啦，咁啊，大家都準備咗紙巾啦，係嘛？哇，我都好緊張啊！好嗱，咁咧就頭先好好啦，從敬拜啊、步入禮堂嚇、講道嚇、祈禱經文，咁呢個時候咧係哇，佢咧我哋有宣言啦，有講咧三個大家好中意嘅字，知唔知佢哋將會講咩字啊？我咩啊？係啦，唉，人哋未講，你講咗咧，係啊。好嗱，咁我哋咧喺點解教會咧嚇？因為我哋喺教會代表神嘅同在嚇，亦都係雙方家人、親友、弟兄姊妹嘅見證底下，呢個相當喜樂，但亦都同時相當尊嚴，喺神面前許下誓言，係一生一世百毒不侵啊！係嘛？真係嘅，一定唔會有事，都喺主裏邊恩典行到尾嘅，係咪？所以我喺度提醒兩位嚇，兩位與我哋我或者眾親友站喺我哋信靠嘅主前，公開表示兩位願意成為夫婦並建立基督化家庭。因此，你哋所講嘅説話係出自真心，係咪？好似頭先個敬拜隊們都個心喺度啊，真心，以致神會悦納你們，賜福俾你，好冇？好啦，首先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問下新娘哥先嚇、好呢、這個時候咧，攞翻個麥先嚇、法門樂先生，你是否願意娶楊佩琪小姐為妻，遵照神嘅聖約，無論她是否安樂、困苦、豐富、貧窮、健康、軟弱？你都願意敬愛他，保護他，終身專一於他。法門樂先生，你是否願意？我願意。大啲嘅掌聲啦！哇！快啦喎！現在我奉耶穌基督嘅名問新娘子。楊佩琪小姐，你是否願意嫁與范文樂先生作為你的丈夫，遵照神的聖約，無論他是否安樂、困苦、靚仔，遲啲冇咁靚仔，大咗係咪？豐富、貧窮、健康、軟弱，你都願意敬愛他。順服他，終身專一於他。楊佩琪小姐，你是否願意？我願意。好啦，而家咧可以請伴郎嚇攞咗個花球先嚇，跟住我請伴郎嚇將戒指俾我。唔該曬，好 thank you， 哇，好靚戒指，有啲手震添。好重要啊！好緊張啊！好緊張，好緊張啊！既然你哋二人都願意結合成為夫婦，就應當一同喺神面前彼此許下誓盟，並交換信物，成為你哋立約嘅憑證。交換係屬於對方，表示從今以後不再係一個人，乃是二人成為一體。兩個成為一體，這個戒指是完好無缺的，一點破口都沒有，表示婚姻是完美，是神所配合，人不能分開。這個戒指是有金在裡面的，金是代表屬天的意義，意味著神所結合的家庭，如此你們就要榮耀主，所以這個家庭也是榮耀主的家，是吧？這個戒指要常常戴住，你的牧師永遠不除的，戴了26年了，除了睡覺，因為都緊了，我肥了，作為對自己的提醒，出親門口就戴的了，是吧？你們結合是神聖的，因為是神所結合，並且要讓神在你們的家居守衛榮耀主。好，那這個時刻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候，好，你們面向對方，是吧？右手緊握，
代表下立下誓盟下右手，冇錯啦。好，呢、這個時候面對面嚇、啊，你預備啊，法門羅先生要預備同楊佩琪小姐戴戒指啦。戴之前咧、啊，我會一句一句你去讀嚇、啊，照住我讀好冇？好。我法文樂，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娶你楊佩琪為妻，將這戒指戴在你手上，作為你我結婚，以及彼此立約的憑證。我願遵上帝的聖名，從今以後，無論安樂、困苦、豐富、貧窮、健康、軟弱，我都敬愛你，保護你，直到終身。我為此真心立約。望住，你唔好打得咁快，影完先。係啦，慢慢大，跟住係啦，係啦。點啩？俾啲掌聲啦！好啊，最好笑容嘅新娘。我楊佩琪，願嫁與你，化文樂為丈夫，現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將這戒指戴在你手指上，作為你我結婚，作為你我結婚以及彼此立約的憑證，我願遵上帝聖名，我願遵上帝聖名，至今以後，無論安樂，無論安樂，困苦，困苦，豐富，豐富，貧窮，貧窮，健康，健康。軟弱，我都敬愛你，我都敬愛你，順服你，順服你，直到終身，直到終身，我為此，我為此，真心立約，真心立約。時刻亦都係大家即係覺得好重要嘅時刻。呢、這個時刻做咩話？大膽啲係嘛？好啊！咁呢個時候就交俾新郎哥、新娘子啦。我哋先卷卷卷。好緊張啊！哇！嚟啦！啊！好，攝影師 OK 嘛？要唔要錫多下？係啦，要錫多下喎！好，俾掌聲，耶、yeah！
好，我哋正式宣布啦，喺神嘅立約同埋神嘅國底下，你成為夫婦啦！俾掌聲嚇。亦都最開心嘅新娘子嚇，好少見到一路讀一路笑咁嘅嚇，咁亦都係好開心嘅事。咁當然我哋都會完成地上嘅法律，所以咧我哋會開始簽字。你又笑我喊嘅，好，我哋咧可以有簽字嘅儀式，好嘛？好，我哋請你上嚟台上啦，係啦，幫下佢嚇，需要可以伴娘可以幫助嚇，上去台上邊，嗯。好啦，獻唱可以上嚟啦，好冇？好，你可以幫佢拉凳。
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见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你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扶持住。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好，我哋俾掌声主音啊！新婚家庭啊，俾掌声啊！亦都今日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哋正式合法成为夫妇啊！俾掌声主啊！将呢个重要嘅交俾新娘哥，咁你咧可以暂托俾伴郎帮你拎住吓。嗱，跟住咧，我哋有两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咧，我哋一齐咧祝福一对嘅新人。之后咧，我就奉耶稣嘅名祝福大家。所以呢個時候呢，係 ，OK， 好，請我哋一齊舉起手啊嘛，你哋搭住手，俾隻手我嚇，我哋奉耶穌嘅名祝福你哋，好唔好？一齊嘅同行，好嘛？我哋一齊舉手參與呢個奉三一真神嘅名祝福佢哋，我哋一齊禱告。天父咧，我哋奉耶穌嘅名祝福一對嘅新人嚇，我哋多謝你嚇，今日因為咧佢哋愛你，佢哋跟隨你。你將他們配合神所配合，人不能分開，並且一生一世愛對方，尊重對方，從這個很重要的堅持 persevere， 又有基督剛才講到這個 PCR 有 respect， 而中間我就知道在 Peggy 和 Ryan 中間是有 Christ，裏面有著委身，有著 commitment。 神，我們多謝你先來祝福這個家庭，日後成為主所愛，裏面常常見到對方的好處，亦都互補對方的弱點，因為對方都成為自己所愛，自己成為對方的激勵，對方的幫助。我們的禱告不單止他們的家庭是得到祝福，又讓這個家庭蒙恩流出的祝福被人見到，先叫到雙方的家人是蒙恩，一個家庭多了個兒子，一個家庭多了個女，而雙方的家庭蒙福以外，又叫到不同的朋友弟兄姊妹，他們工作的同事都見到一個跟隨主的家庭是充滿著喜樂，有高有低有難處，但是他們攜手同行，有主成為他們開路的上帝，有上帝同在，主我們多謝你，我們謙卑將他交給你，最終這個家庭成為你的鹽你的光，在這世代成為主祝福別人的一個出口，我們多謝你悦納我們的祝福，同心所有我們今天在這裡的一起的禱告，都將這個禱告交給三一真神，我們多謝你，我們禱告奉耶穌的名， Amen， 耶，給你掌聲，好感動啊。那最後呢，我們呢都一起領受神祝福，我們站立好嗎？好，我們一起舉手領受祝福好嗎？天父呢，我們多謝你，因為呢今天的婚禮亦都是敬拜，亦都是主裡面，我們知道眾親友今天來到見證這個的喜樂，同樣他們都得祝福，他們得蒙恩，讓我們今天經歷這一種在神家裡面那個的互相的慶典，他們心歡喜靈快樂，又奉主耶穌基督的因為天父的大慈愛聖靈的感動
常與眾親友同在，不單止在這裡，祂每天的生命都經歷你，從今直到永永遠遠。我們憑信心一起說 Amen， 給掌聲好嗎？正式宣布禮成。禮成了喔，那就新郎新娘步出禮堂，去給最大掌聲他們，他們很快回轉頭了，放心吧。請范山和范師奶回來，喂，收工了，喂，快點，好多人等著你啊。哇，好快啊。有冇嘢講？係擺低口罩先，可以上台。交俾我。多謝大家今天來我和 Peggy 的婚禮。昨晚我們都真的很緊張，都沒怎麼睡，但是都很感恩我們今天都是很成功很順利的。多謝這麼多位，這麼多位啦。首先我第一個多謝就是Peggy 的爹地媽咪啦，他們真的很好地教了一個很乖很厲害很漂亮的女兒，那為什麼亦都願意將佢交俾我，多謝你哋。咁第二就係多謝我媽咪啦，我爹哋啦。咁雖然我爹哋就好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就唔喺度啦，咁但係我媽咪多謝你一直養大我。啊，大家可以坐低先。係啦，咁多謝你啦，你一直係照顧我嘅，到今日。都是一起生活的我們，那我現在就會將會成為有一個新的家庭的了，那就但我都會回來一直看著你。我可能未必是你最乖的其中一個兒子，但是我知道你心裡面是最疼我的，多謝你。跟著再多謝的是我小學的補習老師鄧老師，我見到在這裡，多謝你小時候教我很多東西。其實我小時候很多都是不懂怎樣，還有我不是在香港出世的，但是他都會是很耐心教我，其實是我一個很重要的恩師。多謝你，多謝鄧老師，多謝王 Uncle， 你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長輩，去教導我很多的東西。Thank you, Wong Uncle. Thank you, take care of me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Thank you. 跟住再多謝嘅咧就係教會弟兄姊妹，同埋小組組員啦。咁佢哋
無論是我以前教會福音教會和現在教會的雅根堂弟兄姊妹，他們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家人。我覺得在教會的生活裡面呢，其實是很 close 的。每一個弟兄姊妹每次回到來的時候呢，都會問候你一聲，簡單 去 sharing， 跟你聊下你最近怎樣，那種那個感覺是很 warm 的。多謝每一個弟兄姊妹，多謝 牧者的教導啦，我在教會有侍奉崗位，多謝 SV Team， 咁都係支持我嘅，教我好多嘢嘅。咁跟住之後咧，我要多謝嘅就係 Pastor 永盛，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人。Pastor 永盛就係介紹 Peggy 俾我認識嘅一個牧者，係啊。他無論他依家雖然唔喺香港，係去咗韓國，但係佢都係一個好愛主同埋好關心我同 Peggy 嘅。咁我哋當我哋有咩，即係可能有唔同嘅意見，有唔同嘅嗌霎嘅時候，我哋都會同 Pastor 永盛去分享啦。咁佢都好耐心去教導我哋兩個，係係啦，多謝佢啦。跟住之後，我再多謝 Peggy。係啦，多謝你願意嫁俾我。係當我再次翻嚟呢間翻教會嘅時候咧 ，Peggy 係佢係一個，我覺得佢係好火熱愛主嘅女仔。佢係喺我低落嘅時候，佢都會鼓勵我。多謝你，一齊同行啦，亦都係分享我很多的事的時候，他都 很落地地教我，你不要這樣，或者這樣祝福多一點。是一個好的同行者，也是一個好的伴侶。最後我多謝我的天父爸爸，雖然我過去有回舊教會、福音教會，但當中有離開過教會的，在這段時間我都好低落，好經歷好多人生嘅挫折，但係呢個主係真實嘅，係浪子回頭，讓我翻嚟教導我，引領我，帶領我每一步。感謝我主。好，最後感謝多謝大家每一個嚟參與婚禮嘅，見證我哋嘅婚禮，多謝大家。哇！我想問，首先我一定要感謝主，係啦，因為係啦，我真係其實好開心嘅，咁係好感動啦，因為係。是神讓到我有一個好似浸禮嗰啲，但係真係呢個神係好真實，我唔識點樣用言語嚟形容，大家可以翻多啲嚟教會嗰度 feel 下，係啦，係啦，因為神對我嚟講真係好緊要，係佢教識我點樣去愛我嘅屋企人，其實我都係一個好。我真係本來我真係一個好自卑、好自卑嘅一個女仔，但係真係有咗神，佢讓到我，係啦，有唔同啦，同埋好感謝，其實好感謝 Pastor John 啦，因為我翻咗教會，我記得嗰陣時仲喺同福堂嘅時候咧，你係 interview 我入去小組嘅，嗰陣時你同我講，你話。問我考唔考慮入小組，我嗰陣時仲喺度諗緊工作嘅事，係啦，跟住但係你話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我記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仲係好記得，呢個係我人生嘅座右銘，係啦，即係冇嘢比神更重要，係啦，咁就係正正因為Pastor John嘅教導、師母嘅邀請，讓到我可以入咗門裏有。宣傳一下先，唔知點解好想講，係真係，但係因為真係好真心，正正真係因為門裏裡面佢
在伴侣的课程里面让到我看到很多自己生命里面的不足，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但原来不是，我看到自己很多很多的骄傲，我不懂怎样去爱我的家人，但是神教导我一步一步去怎样去爱，所以在这里我想多谢爹地妈咪，多谢阿妹，我好爱你们，好多谢你都好爱我，养大我，让我成为他口中那个很可爱的女仔，是啊，其实真的因为你们本身，你们本身其实个人都是很简单很单纯，所以让到我都其实我都是傻傻地的，是啊。哦，好啦，鼻涕都流埋啦。係啊，更加爹哋媽咪嗰啲，我今朝早講咗，我今日好想有個機會要多謝我個妹。阿妹，我要同你講聲對唔住，因為細細個我成日一嬲我就打你。同埋，其實我。我唔講得嘅咧，講埋啦。其實我以前講粗口真係好叻，我一嬲嘅時候就係咁講粗口，但係真係大家想戒粗口，信主耶穌。我真係自從我面對面同佢道歉，神提我真係一定要同阿妹道歉之後，我真係每次我就算我好嬲，我都忍住。係啊，我就。不要再罵他，反而我在這裡學習怎樣去愛他，還有真的因為他的出世讓到我去學習怎樣去愛和照顧人，他是一個我很好的幫手，是啊，我小時候說經常喂腳趾給你損是騙你的，是啊。好，最後我都很想多謝奶奶啦，好多謝你，多謝你照顧文樂啦，因為即係知道你去湊大佢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事，係啦，即係係咯，你養到佢肥肥白白、高高大大咁樣，係啦，又咁大隻幫到手，真係好多謝你，係多謝你，係啦，最後我梗係要多謝我今日大家嘅。朋友仔啦，弟兄姊妹啦，仲有我知道其實因為好多我同我一齊同行嘅弟兄姊妹啦，佢哋都好多都係中咗COVID，跟住所以你哋會見到嗰啲婚禮程序表啲人係咁轉，同埋到最後其實都唔係佢哋嚟嘅咁樣。但我知道好感恩主係讓到我一早去揾咗阿賢幫手啦，去做呢個直播，讓到咧弟兄姊妹咧可以喺屋企裏面都係可以睇見證我嘅婚文啦。因為咧，即係我好開心講咧。我今天真的我這個是我神的家，這個是我第二個的家，到出嫁了，你們真的是我的家人，你們每一個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哎呀，我想跟你們說，其實我真的很愛你們每一個，是你們經常的關心，你們的問候，你們每個義不容辭，好像問姨姨一樣，我今天完全不知道你們會來幫手，但是你們自己已經有時人有事，自己就已經頂上了，好多謝你們，我怕不記得我要多謝花仔花女。多謝我師父啦，係啊，多謝你哋犧牲咗你哋嘅 family 嘅旅行嚟幫手啦，同埋 Brenda 啦，都多謝你哋俾咗一個好好嘅工作平台我，即係雖然我成日頂心慘，因為我太有自己嘅諗法啦，但係係咯，我一翻工一開始成日喺度喊。
你拿了上帝至今给我。对了，就是不说那么多了，多谢你们。还有很多，其实我没有时间了，所以呢，总之我不知道有没有数到那么多，总之多谢各位的来临，多谢了。哇，他们都笑得很热啊。还有某些说好了，哎呀，喂，記得派利是俾我仔啊！吉兒姨姨嚇，好，跟住落下嚟咧就係拍照嘅時間啦，係咪啊？係啊，你使唔使整整佢定點啊？哇！笑到好熱啊，大家嚇！喂，有冇開唔開？開多少少冷氣好啊！你都咁咧，大家有個程序表咧，喺最後嗰頁咧有個拍照嘅程序嘅，大家可以咧跟住個程序咧慢慢上嚟咧，同一對新人影相合照。好啦，首先請咧主禮嘅嘉賓咧。同我哋新人合照啊！請有請主禮嘉賓。係啦，變姿重兵，變姿下一步好啊！家人都要啊，家人都要係啦，要係啦，雙方嘅啊家長係啦，伯伯伯母同埋係啦。跟住咧，加埋敬拜隊同埋獻詩嘅抗例，係啦。獻詩嘅就係陳樂峰弟兄同埋羅永瑩姊妹抗例嘅。
有請新郎的家人準備，我們一起拍照。新郎家人，請留步，請留步嚇，一齊同埋男方嘅親戚同埋家人一齊影翻幅相啦。女方嘅係啦，女方家人係啦。好，請留步嚇，唔好走住，唔好走住，就係女方嘅親戚都要出埋嚟啦，親戚一齊影出大合照先。跟住咧就會一齊出嚟啊，一齊出嚟。可以企後邊喎，企後邊係啦，由呢邊樓梯上嚟啊。好，大家請留步嚇。而家有請咧，就係男方嘅家人同親戚咧，先休息一陣，等女方家人影一幅大合照。好啦，可能阿外父咧。
啦，係啦，好，仲有一個。我得看。好啦，如果淨係家人留低，親戚可以休息一陣先。就係家人影幅相，同係啦。兄弟姊妹團準備了嚇，輪到你了，下一 round 係。好，唔該曬，兄弟姊妹團出嚟啦喂！哇，好型，好型啊，好型，好型！好啦，有請花仔花女。婚禮的工作人員都準備了喎，下一 round 輪到你們一起拍照了喎。大家留步嚇，加埋花仔花女婚禮工作人員一齊一幅大合照，哇！花女衝出嚟啦，我哋最得意嘅花女，俾掌聲花女先，呜！仲有婚禮工作人員。接嚟啦，接嚟啦！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哇！仲有一個花女，好靚嘅花女。嗯，係咯，工作人員有出。好啦，我哋影相咯喎，請出出出出出，好，係啦。下一轉就是新郎媽媽的朋友，請新郎媽媽朋友準備了喎嚇。耶、yeah. ！OK， 好啦，大家可以翻去坐翻低啦。呢一轉咧就是由新郎媽媽的朋友影翻幅相同新人嚇。新郎媽媽的朋友，仲有冇？仲有冇其他人？新郎媽媽的朋友，好啦，麻煩喺呢邊過啊，呢邊過，真，呢邊過。好，多
過嚟過嚟呢邊。下一段咧就係、是、新娘嘅媽媽朋友喎、哦，咁下準備我哋準備，我哋由我哋咧台嘅左手邊，即係呢邊咧，我哋行出嚟嚇。OK 啦，係嘛 ？OK，OK， 好，唔該曬啦，可以大家休息下啦。好啦，輪到新娘媽媽嘅朋友。好。係。紅太希素林姨姨都可以出定嚟啦，一陣係朋友係啦，係啦，好啦，麻煩咧 Peggy 嘅朋友陳小姐準備咯噃，下一 round 就輪到你啦，可以係嚟個台嘅左手邊等一等啦，陳小姐。陳小姐你好，好唔該曬，請由呢邊出去啦。好啦，跟住陳小姐，唔該你。過嚟。哦，迎一幅先。好，唔該曬。好，請問呢邊過啊？呢邊過？呢邊係啦，陳小姐。好啦，下一輪咧就係、是、新郎 M Control 嘅同事喎、哦，我哋準備喎、哦，喺我哋台嘅左手邊度等一等啦，好快輪到你哋噶啦。唔該曬，陳小姐。好，呢邊呢邊，可以戴翻口罩啦。好啦 ，M Control 嘅同事，唔該曬。啊，喺呢邊咧。下一轉咧就係、是、新郎嘅舊同事準備咯喎，新郎嘅舊同事可以嚟到台嘅左手邊等一等啦。好，唔該曬，請由呢邊咧，我哋台嘅左手邊落翻去，係啦。好啦，麻煩新郎嘅舊同事準備，好嚟啦。哇！好啦，下一轉係新郎復興教會嘅弟兄姊妹，我哋嚟到台嘅左手邊等一等啦，麻煩你哋。好啦，輪到你哋咯喎。新郎復興教會嘅弟兄姊妹，我哋由我哋左手邊上嚟啊！
下一轉咧就係、是、新郎嘅舊同學喎、哦，舊同學咧都麻煩準備咧喺我哋嘅台嘅左手邊等一等啦。新郎舊同學，哇！而家復興教會嘅弟兄姊妹嚇。啊、可以上去台上邊，我哋排成兩行。舊同學，舊同學，你咁後生嘅你。唔該曬，由我哋台嘅左手邊啦。好啦，跟住係新郎嘅舊同學。好，唔該曬。好啦，新郎嘅舊同學嚟咯喎。一齊。好啦，下一轉咧就係、是、新娘科嫂嘅舊同學、舊同事，唔好意思啊，唔係同學，同事嚟嘅嚇。嚟、啊、到我哋嘅教會嘅我哋台嘅左手邊等一等嚇、啊。各位咧，如果一陣間係參加飲宴嘅話咧，我哋有成巴準備咗噶啦嚇。啊好啦，到到新娘嘅舊同事科嫂嘅，好啦，跟住新娘所有喺寶城認識嘅同事，麻煩嚟到台嘅左手邊啊，準備下一張到你哋啊，哇，齊啦！好啦，一陣間咧，係啦，一陣間咧有城巴咧準備咗咧，我哋去婚禮嘅呢個飲宴嘅現場嘅城巴個車牌號碼咧就 RK9210。係啦，如果大家唔明嘅話咧，可以問在場嘅兄弟姊妹嘅喎，唔該曬。好，唔該曬。好啦。好啦，跟住就係寶城嘅同事啦，我哋一齊上台啦，有啲要上台啊！哇，人多勢眾。同事上台一齊拍一幅相先。麻煩咧，新娘嘅小學、中學同學同埋神學院嘅同學都準備咯，嚟到我哋台嘅左手邊。Peggy 嘅小學、中學和神學院的同學來到台的左手邊，準備下一幅相，輪到你們。
好啦，城巴將會喺咧興華街嗰個小學附近嗰度，係啦，大家可以去到呢個飲宴嘅現場嘅。好啦，麻煩新娘同福堂嘅弟兄姊妹準備咯喎，下一張輪到你哋，嚟到台嘅左手邊啦。好，唔該曬，我哋可以翻去休息陣。好啦，新娘同福堂嘅弟兄姊妹。同福堂的弟兄姊妹，好啦，麻煩新娘同福堂的弟兄姊妹，我哋上去影翻幅相先。好啦，跟住最大陣容嘅咧就係新郎新娘雅根堂嘅弟兄姊妹，喺我哋台嘅左手邊等等。同福堂先。仲有新娘同福堂的弟兄姊妹，好啦，我哋影埋幅相先。好，仲有冇同福堂嘅弟兄姊妹？系啦，影埋幅相，就轮到雅根堂啦。好，同福堂的弟兄姊妹，唔該。一齊啦！咦，雅根都一齊咯喎，係咪啊？喂，上啊，係啦，照上啦，上得幾多得幾多啊？上，係啦。上。得上先。上得幾多得幾多啊？
想得幾多得幾多。啊，攝影師哥哥，因為有無限咁多人㗎，你話俾我聽下，最多可以影到幾多嚇？我指住個龍，仲有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好啦，暫停先，唔好上住先，係啦，可能下一批啦，要唔知影唔影得曬？小同學，好啊，好，冇問題，冇問題，好啊。仲可唔可以攝多幾多個啊？咦，仲得喎，好，仲有十零個就係咁多啦嚇。好，上先，上。好，行嗰邊啦，上，行嗰邊，去最嗰邊，最嗰邊，嗰邊有位。嗰邊有位，上，我嚟緊，上，瓦根堂的要切了，跟住咧就好啦，就是新娘的小學同學想影翻幅相，補翻幅相喎，我哋麻煩新娘的小學同學，哇，散得好快，咩都拍相又好快，散又好快，好哇，好快啊，散得好勁啊！
OK， 唔該曬。好啊，蕭同學。好，嚟嚟嚟嚟，埋咗先啦。好。係啦，一齊影幅相啦，唔好怕醜啦。跟住就自由同一位一對新人影相啦嚇，自己配搭啦嚇，今晚見啦。